位欧洲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。1月30日晚上6点半，我会在法国巴黎和维里安以及 DJ 沙罗曼蛇一起参加台湾之夜。我们巴黎见哦。而且我对法国的印象是非常的非常的浪漫，然后很贵气，然后非常悠闲的一个城市，希望到时候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欢乐带给所有在巴黎法国的人。